像一盆玄之玉案，有阿 Keith 啦，有我 Elaine 啦，同埋苏文峰师傅嘅。嗨，我是苏文峰，我啱啱上完月计倾情做嘉宾、哦。个面相如何啊？师傅觉得我哋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五样嘢最容易掌握系乜嘢？好啊，有咩讲啊？梗系讲废话一大堆啦，咩人生哲理、扮识嘢嗰啲啦。命占几多 percent？自己嘅努力占几多 percent？ 咁如果想听我点样扮识嘢，又错过咗，咁点算啊？上翻 dbc.hk 可以听翻噶、哦。